我觉得现在啊，因为面临快要开学啊，教育部赶快发布一些防疫的这个基准指南呢是正确的。因为之前我们光看大学，因为各大学它有采取不同的政策，马上也引发一些民怨啊。譬如说南部有一个大学呢，是很知名的国立大学，它竟然规定说你要回学校上课，你一定要提出打过疫苗的黄卡。那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疫苗可以打，那岂不是逼学生非要打高端不可吗？那这些被迫打的人难道不会抱怨吗？那后来这个学校就说，那你如果不是提供打疫苗的黄卡呢，你就要这个每七天去做一次 PCR 快筛，结果全部要学生自费。学生怎么可能？学生说那个一次350块钱，我哪有这个钱？所以这个民怨已经在网络上抱怨很多，留言很多，串联很多。那相对的，我们看到那个阳明交大，他的学校我觉得就合理多了。他就说你进来你要做 PCR 检测，学校给你出钱。那是不是大家除了捅鼻子难过一点，起码心情上觉得 OK？ 那但是我觉得教育部也是因为看到这种乱象，你对这些学生，你要不然逼他去打高端疫苗，要不然就逼他一定要花钱自费去 PCR 检测，他认为说你不可以把它作为入学标准。我觉得起码你这个状况，也许学校从管理的角度，他会担心说这么多人来挤在宿舍，这么多人挤在教室，那你若学校真的希望能够检测你比较安心，那你就全部跟那个阳明交大学习嘛，你就想办法，不管是去跟校友募款也好，你去跟企业募款也好，你得到一笔钱，你通通提供做快筛嘛。我觉得这是大学的路。那我觉得今天我在这边一定要批评的是陈时中讲的那句话，有立委主张说，或者是有民众呼吁说，你是不是让19到24岁的大学生先打？他竟然回答说，那没有读大学怎么办？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奇怪。第一个，大学跟不读大学，我们不是在讲阶级对立，而是说你要去学校上课呢，它有一个必须集中的环境，所以你先把大家可能必须群聚或集中的环境的风险排除，这个当然是一个合理性的依据啊。那你当然可以说，你19到24岁这个族群，你有什么规划？你让大学生在开学的时候你先打完，那另外19到24岁不是大学生的人，那你可以根据现在的年龄轮或者怎么样的情况或者工作的需求，你可以按照来排序。怎么能够说马上丢出去说，哎，好像故意制造一种那种阶级的感觉，好像让那种没读大学的人好像故意对有读大学的人有意见什么的。我觉得啊，不能够现在因为你施策没有疫苗到现在还要搞政治跟分裂。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